宇宙人演唱会因为疫情两度延期，最终改为线上演出。不过线上直播演唱会也吸引了30万人观看，还邀请到孙盛希担任嘉宾。他们也邀请了马涅仙还有七月半蔡哥罗莎莎担任嘉宾一同献唱。巴黎的草莓和你虽然只是擦肩，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香甜。巴黎的草莓这名字真的很美，你是否也要和我一样相同感觉。尽管演唱会延期再延期，宇宙人仍然没有忘记跟歌迷的约定，用歌声告诉歌迷我们还在。同时也非常感谢嘉宾力挺。宇宙人表示，直播演出比现场演出还要紧张，以往演唱会都有如雷贯耳的尖叫声，这一次直播只有自己唱，有点不习惯。